马修真梦幻呢、欸！啊，蠢铅笔，我没时间处理了，换一支就是了。什么鬼啊？怎么了，马修？别担心，我帮你。谢啦，史黛西。你能够小声点吗？我正在做指甲哎。哦，铅笔给我。拿，我可以用指甲锉。你可不是唯一一个喜欢马修的人。等等啊，马修是我的耶。你以为呢？糟糕，这可不妙，我得比曼蒂还要来得快。完成喽，喏，马修，耶，我成功了。天哪，谢啦，女孩们，等等啊。哦，他要给我他的号码呢，或许他会约我出去。你们能够顺便削一下这些铅笔吗？啊，我的部分做完了，我先闪了。你别想走，别想，拜托嘛，别想，你别想离开。哦，拜啦，不，回来啊！哈，逮到你了。你忘记什么了吗？哦，可恶，真讨厌。我还期待你忘了这个呢。别想，保重了。我讨厌这个课是有原因的啊，没有其他选择了，我最好考这个试了，这才像话嘛。嗯，机会来了，幸好我总是有备而来，可以作弊的时候何必读书呢。哦，这真有趣啊。曼蒂在干嘛？后面那个是怎样啊？非常顺呢、啊、我可能说得太早了啊。有事吗？我喜欢你的眼镜。我的课上不准作弊，我是认真的。想得美啊，曼蒂，现在把试给考完吧。还以为我只有一张小抄吗？我可是有备用的。这真聪明。什么鬼啊，这在闹吗？我通通都看不懂哎。只要能考过没差啦。哦，这还真怪耶。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你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可没看过。那你随便拿张纸啊，别教我怎么做我的工作。如果你有这么努力读书就好了。哦哈，真遗憾，哈哈，他无法阻止我的了。真高兴我买了这个假手，似乎怪怪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装没事，他没起疑。哎，快装自然。怎么回事啊，曼蒂？啊？哦，对哈，啊，没什么特别的啦，一切都很正常啊。这是给你的最后警告。随便啦，或许这个口香糖可以帮我专心。哦，草莓口味的。他现在又在干嘛？啊，我不能嚼个口香糖吗？你给我好好的考试，东西交上来。好啦，哦，我考卷写完了，拿，希望可以考过。哎呀，口香糖还在嘴里。嗯，好哦，嗯，真有趣，做得好，你考过了。谢啦，我先闪了，终于能离开了。真松了口气，拜拜，曼蒂。那丫头每次都这样。嗯，不如来吃片口香糖吧。趁附近没人，得要好好犒赏自己一点零食。她看起来真棒。哦，有何不可呢？嗯，真棒。哎，等等，这真恶心呢。这是纸吗？是答案。她又作弊了，真傻眼呢。曼蒂，站住！曼蒂，回来啊，曼蒂！一本好书最棒了，我在世界上的最爱。哦，闻这个酥脆的纸味，真期待读它。嗨，老师，谢谢你的书籍推荐啊。哦，我希望你喜欢，真等不及了，它真可爱。还有这本书，哇哦！哦，你在这儿啊？我找你找很久了，这是我幸福的所在。不好意思啊，哦，真抱歉，抱歉。对了，你能够帮我一下吗？哦，没问题，史黛西。你看，答案很简单，看着。哦，对哈，我懂了，谢啦。不客气，现在我可以继续看书了。啊，我忘了读到哪儿了，可不能有东西让我分心啊。得要找个地方把书给读完，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哇哦，我还真没读过这样的书呢。啊，里面有人哈，就会需要点时间。快点，
我在忙。可恶，到底想怎样啦？好啦，我出来啦，滚！厕所给你用吧，拿去。还真恶哎。这里似乎是个好地点，该来准备上课用的书了。嘘，我在看书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好哦，还真怪啊。看招啊！哇，真是看一个欲罢不能啊！哎，谁丢的？女孩们住手！等等，这或许很有用。我马上回来啊！我把书给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拿个橡皮筋，把它给套在书上，像这样。接着呢，需要回文针，把它给放在橡皮筋上，这就可以告诉我读到哪里了。坐好了，女孩们，要开始上课了啊！把你们书都给拿出来。哦，人家玩得正开心呢。这堂课真有趣，有的时候长发超讨厌的，一直挡住我的视线。啊，这真烦呢。你在干嘛？哦，所以我才用发箍嘛。你有空不妨试试咯，自以为聪明呢。哦，有信息。走开了，头发。他说什么呢？耶，他想破个面呢。哦，我等这一刻等超久的啦。等等。我想亲你，而不是你的头发。哎呀，那肯定是个大灾难呢，可不能让这个发生。一定有什么可以用的，希望这有用。我这是在干嘛？曼蒂，哇哦，你的头发也太乱了吧！你得帮帮我。别想碰我的发箍啊！不过我有个办法，用这些夹子怎么样呢？这个，你认真的吗你？感谢你的协助啊。这要我怎么样啊？等等，先把笔绕在头发上，然后用夹子把头发给固定住。哇哦，还真的有用哎，真的，你看起来也超棒的。好了，我得走了，来，好好玩啊。哎，抱歉我迟到了，今天有点不太顺，但我还是来了。哦，哇哦，要来了。等等，这是我私人时刻啊。这是你的考试成绩啊？什么鬼 ？F 减？哇哦，我是蠢蛋吗我？拿史黛西，哈 ，A 加呢？你下次加个油啊！哦，是吗？看着哈，你在干嘛？看我把胶水涂在成绩上啊，东西呢？哦，是啊，我总有备用的，以防紧急情况，懂不懂？你就带着这个到处跑啊？是啊，把它给粘在纸上，我超疑惑的耶。然后呢，我就有高分了。现在谁是天才啊？哇哦，这真厉害！这个海报无法固定在墙上，哦，拜托粘住吧。啊，听起来在呼唤胶水先生，一边去啊，这边我来。啊，相信我啊，我盖子等等再拿，我的胶棒一弹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拿，鼓掌吧。啊，好哦，这真不同。这是我的，给我。哦，这不能这样，但我知道怎么办。看我把碎了的心给修补好。你有看到那个怪家伙吧？啊，他谁呀？不重要，这个给你。哦，马修，谢啦。所以他用了胶棒吗？超好笑的啦。哦，等等，拍赛，我得接一下这通电话。哦 ，Hello， 杰克。有派对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我把裤袜给弄破了，我可不能这样出门呢。你先走吧。你确定吗？好吧，拜拜啦，好好玩啊。怎么我总是这么衰啊？听说你有麻烦，别惊慌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哦，要做就赶快啦，我还以为你反应会好一点呢。把胶水涂在裂口。好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就等胶水发威了，它可以把裂痕给修补起来。你让我真幸福。你是说，哇哦，胶棒，你总能让我惊讶。你可以说我就粘在你身上了。好无聊啊。谁的有趣之处在于，同学们认真听讲，是他们，我是完全无辜的。什么？这些储物柜好重，我不再需要健身房会员了。快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
进入储物柜，它不能放在这里。这里是教室，你看，老兄，我只是按照这里所说的。快点，这笔看起来要难。你欠我20块钱。我有学生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有用，我们走吧。这主意太棒了。我好漂亮哦，这个游戏太棒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着它。这是你的试卷，你知道这个吗？不，也许我们可以假装心脏病发作。你们可以开始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我有个主意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可以去厕所吗？当然，去吧。谢谢，太棒了。不如我说，算了。嗨，美女，现在开始我的计划。在这里涂一些口红，这边也来一点，完美，不能忘了额头。我太可爱了，现在把它涂抹均匀，好可爱的颜色哦。 OK， 还有什么？知道了，我需要这个头巾，用热水冲洗，然后把它靠在我的头上。哦，开始升温了呢，应该可以了。哦，我感觉不太舒服。我说，我觉得我快没力气了。嘿，这边，再见了，这个世界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你好烫，我想我需要休息。拜拜，拜托，这不公平，但的确很聪明。再见。哦，看，我也咳嗽了。哇、wow、等等，得要看这个影片。哎，我做到了什么？哎，这啥？是某人的笔记本，你的吗？不是，那是你的吗？嘘，我在读书。哦，好吧，他在写什么呢？嘘，安静，同学们，走狗，作业交上来，谁要第一个牺牲呢？米奇，哇，准备好，留校查看吧。别啊，我可以解释的啦。快来人啊，拜托啊！喂，警察，而且还是超级英雄，来人啊！哎，他人呢？啊，别过来！不不不，别！哈哈，我还很享受的。哎呦，这是无心之过啊！哦，巧，简直是奇迹耶！哦，好像有点起风了呢。什么鬼啊？哦，日记，怎么有我的照片呢？我要让你不及格啊！不要再靠近了，肯定有什么方法的。哼，希望有用。哼。抓到你啦！怎么回事？我在哪？这才像话嘛！响铃吧，来吧，老女人，我得快离开这里。哦，可恶，这没有比较好哎。接着呢？啊，我变成牛仔了！啊，哎呦，这什么鬼啦？希望这个降落伞有用。哎，等等，我回到教室了，只有我自己一个。哎，老师呢？真简单。剪刀、石头、布，一二三，来吧。不会吧？你输了。哦，不，谁来回答这个问题？我来。Jack， 是的。我很佩服你的自信，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我可以做到的。为什么我会想到食物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等等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。现在我的机会来了，用手摩擦粉笔。差不多了，
肯定会很赞。他消失了，魔法现在来揉我的脸。阿嚏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感觉好晕。为什么房间在旋转？别担心，我知道如何急救。坐下。正如我计划的那样，可怜的孩子，这个 Pop It 太上瘾了，快，你必须帮助我，我好害怕。我们有测验，而且老师很讨厌，超级烦人，有多糟啊。如果不及格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嘿，让我想想，我知道了，我的化妆品。是的，这有什么帮助？等着瞧吧。在我的手指上擦一些化妆品，现在呢，把它放在我的膝盖上。哦，我明白你在做什么了。如果我把它涂抹均匀，它看起来会很逼真，看起来好恶心哦。你试试。小问题。谢谢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还有另一种方法，橡皮筋。对不起，这太有趣了，这些就是我所追求的。考试日多么激动人心啊。哦，老师出事了。你还想参加测验吗？孩子们去休息吧。哎呦，哦，好痛，成功了。是的，不用测验了。哇哦，哦，孩子们，我觉得你会想做一些功课的。哦吼，啊哦，被我抓包了吧。哇哈哈，快跑到学校的各种作业、读书和考试有的时候很不容易，而且你没什么时间花心力来处理各种小事，所以我们整理了这些超赞工艺品和小技巧，要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轻松顺遂。你的最强校园小技巧是什么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实用影片哦。